般破坏你做英雄，哦狙击般热血心中流动，哦狙击般你切向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，狙击般破坏你做英雄，哦狙击般热血心中流动，哦狙击般你切向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小虎队从比赛中学习对手的优点，从中获得进步，完美破解了忍龟队的战术。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要从实战中成长起来。全体队员看过来。我们小虎队迎来了第一个三连胜，目前积分是9分。哇，太棒了！耶！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接下来还要赢7场才能晋级，大家不能骄傲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很好，那我接下来要讲。教练，怎么了？你们两个？教练，我哥哥有话跟你说。不是说好问你说吗？还是你说吧，还是你说吧。好了好了，卜三，你说。教练，我们两个想请假去小森林找更强的园林。小森林那里很危险的。我和哥哥一直当替补，很少有机会能像你们一样在场上打球。我们想要是找到更强的园林，争取多一些上场的机会。对对对，教练批准我们的请假吗？很好，你们的请假我批准了。你们积极的态度值得鼓励，也值得大家学习。不过小森林很危险，你们……算了，我已经收到下场对手的消息，是软绵绵队。软绵绵队，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的名字。不要被名字迷惑，我的名字叫迷糊。难道我做人很迷糊吗？你叫小呆呆，难道平时就发呆吗？教练有时候确实很迷糊，小呆呆也确实很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啦。时间呢是在3天后，我们还有时间准备。猪猪侠、菲菲，你们还是去照顾一下卜三、卜四吧，我不太放心他们自己进入小森林。好的，保证安全回来。菲菲，我们快走吧。教练，我们先走了。注意安全。迷糊教练，那我呢？你留下来和我一起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。周围有不明生物的吼叫声，我们还要再往里面走吗？必须往里走，听说森林深处有很多很多超强的园林。走啦，不然留下你一个喽。等等我，哥哥。累死我了，保护他们还真不容易。有办法。
法兰。哇！哗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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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猪猪侠，快放手！放手！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声音从这边传来的，听这叫声，一定是很厉害的园林。快过去！不要啊，哥哥，我感觉是一只很丑、很恐怖的园林啊！快走啦，不然园林都要跑了。我坚持不住了。哇呼！哇呼！抓住我，猪猪侠！就在前面，快，五四！哇，这就是我要的园林。我找了你们很久，就是你了。对，就是他们了，说服他们吧。就是他。嘿，聚焦本能果冻怪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！哎呀！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哈哈哈！区区小小园林根本难不倒我们。你们抓到园林了？快给我看看。噔噔。这是什么？万能果冻怪。平时能当枕头。嘿，嘿。是居家旅行必备园林，还有其他变换和功能，请让我为你展示吧，教练。我们回来了，教练。辛苦你们了。哎，我还没介绍史莱姆的厉害呢，怎么都走了？他真的很厉害的。对手来了，软绵绵全体队员出列。哪儿？哪儿？哪呢？人在哪儿？我还想再睡会儿，教练。我们又见面了，猪猪侠。小羊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认识他？杨丽丽是我和小呆呆的朋友，她很强盗。猪猪侠，我们终于在正式的比赛里碰面了。嘿嘿，小牙，这次我一定会赢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处于杨公路草原的杨绿球场，请大家往这边看，这边就是近期最火的球坛新星，连胜三场的小虎队，而这边就是刚刚扬言要终结小虎队连胜的软绵绵队。现在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小虎队的迷糊教练。迷糊教练你好，小虎队已经连胜三局，可以讲述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？这都是队员们努力配合下得到的结果，而我只是在旁边指指点点而已。迷糊教练真是谦虚啊。记住，一支真正的强队，无论对手是谁，最后都会取得比赛的胜利。大家好，我是软绵绵队的教练，我和我的队员们都是超一流的，不像某些队那样虚伪。来，这是我的队员，这位是我们队的队长兼防御手杨丽丽，这位是我们的主攻手杨困困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困困。你干嘛挡我镜头啊？你别推我啊，弄乱了我的发型我就不帅了。别吵了，都站好。你推我干嘛？你弄脏我的鞋了。别打架呀。你弄到我的头发了。你别扯我的衣服。现场双方表现的都非常的热情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球球天地的笑笑，再见。你很棒嘛，杨教练，能说会道，不如去讲相声吧。你也不赖嘛，不如直接认输，我借你转行当演员啊。
杨教练，你的球员看上去有组织无纪律啊，还在地上打滚呢。走开，这叫有活力有冲劲儿，不像你的队员一个个像呆子一样。这叫沉着冷静，不外露，你是不会懂的。你们吵够没有？已经拍完了，走了，兄弟们，打球去。比赛准备开始，请双方选手到休息区准备。好好打呀，呆子队教练。呆子队教练，你输定了。怕了吗？你还是直接认输吧，别浪费时间上场了。害怕的发抖了是吗？我直接帮你跟大会说投降吧。别怕别怕，你这个野蛮队野蛮教练，比赛小心点儿。小虎队教练言行不文明，逐出球场，失去本场指挥资格。什么？软绵绵教练也嘲讽我们，为什么他不用驱逐？小虎队咪虎教练再次警告。咪虎教练驱逐出场。我等等，记住用脑打球，不要冲动，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好吧，就算教练不在场，我们也要加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但我要怎么做呢，教练？咪虎教练不在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，就像平常一样好好打。猪猪侠说的对，我们已经做好了赛前准备，只要冷静下来，我们就能打赢比赛。一起加油，小虎队加油。比赛开始，请双方选手准备。猪猪侠，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。小羊，用你的实力来说话。园林之力，防腐，园林之力变身。比赛开始，随机分配进攻方。软绵绵队用计谋将咪虎教练驱逐到场外，接下来的比赛就要靠猪猪侠他们自己了。只要冷静下来，我们就能打赢比赛。一起加油，小虎队加油。比赛开始，请双方选手准备。猪猪侠，这次你还是会输给我。小羊，用你的实力来说话。园林之力，防腐，园林之力变身。比赛开始，随机分配进攻方。莉莉，我肚子好饿，想吃点东西再去睡觉。吃什么东西睡什么觉，现在是要比赛，你给我好好打球，你这瞌睡虫。不要叫我瞌睡虫。菲菲，按照计划进行。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。喂，杨坤坤，你在干什么？一切都很顺利。
他们的弱点就是羊困困，只要我们控制好力度，在不叫醒他的情况下慢慢消耗体力值，就能把对手淘汰。哎啊嘿啊嗯嘛嗯嘛哈哈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最后一球让我来。谁？是谁攻击我的？啊？他？糟糕，差一点点！哎呀，竟然打扰我睡觉！斗牛冲撞！可是专门克制你的斗牛园林记，它会一直追着红色的东西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！哇！小虎队猪猪侠选手离开内场，软绵绵队得一分。我的屁股好疼啊！现在羊困困醒了，我们的计划被打乱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迷糊教练，我们需要你。没想到等候区的服务那么周到。不对，我原本在干嘛来着？算了，管他呢。加油啊！小呆呆，你要小心对方的攻击。明白。杨困困，出绝招吧！好。小呆呆，我会小心的。咪，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，三只绵羊，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，一只小羊，两只小羊，三只小羊。这是催眠术，小呆呆，快醒醒！杨困困，表演时间到。小呆呆，哎哈！小呆呆真是我们的好队友。这下糟了，猪猪侠！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上半场结束，软绵绵队1-0领先小虎队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我是一只小毛驴。你们两个快醒醒！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感觉有点累呀？刚刚你们两个都被软绵绵队催眠了。我们都被催眠了？是的。那为什么你没有被催眠呢？大概他们只能催眠比较天真单纯的人吧。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纯真的人。还有意志不坚定的人啊。这样下就不行。假如现在有人能跑去教练那里问一下意见就好了。早知道就不说话了，累死我了。哇，这里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太好了。做得很好，杨丽丽，你完全掌控了对方的行动。没想到菲菲竟然不受催眠影响，意志力相当坚定啊。无所谓，能催眠猪猪侠和小呆呆，就剩菲菲一个，起不了什么作用的。
怎么你的青草汁比我的大包？我们换一下。你干嘛？还给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怎么你的是高校版？给我看看。喂，我也要！别抢我的东西！喂，你们都几岁了，还打架？杨教练，你偏心，偏心教练！哼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敢说我？我可是教练，怎么对面老是在打架呢？看来羊的脾气不是很好哦。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现在补赛也消失了，为什么不用手机和教练联系呢？对呀。哎呀，快点接电话呀，快点啊！哎呦，喂，教练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糟糕，忘记正事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一会儿你们，喂，没电了，不是吧？布三，你赶紧跑回去，把下半场的战术传达给他们。啊，怎么又是我？告诉我，教练说了些什么？你告诉他们，要根据对方的打球风格，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。根据对方的风格，打出自己的风度。小心对方的催眠，控制好场上的形势，掌握主动。要控制好大家的情绪，不要激动。最后捉到对方的弱点，定点打击，逐一击破。这场比赛很简单。还有，教练说这场比赛会很简单啊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，很简单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请选手准备。打出风度，怎么打呀？控制情绪，我们一直都很冷静啊。很简单，我们都输了一半了，这还很简单呢？哎呀呀！看来他们自乱阵脚了。杨坤坤，好。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被催眠了。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不会被催眠的。我是一只茶壶，飞摇哎呀，这是把手，这是嘴呀。教练给的意见肯定有他的道理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。他们好像很容易被激怒，难道教练说的是控制对方的情绪？有办法啦！够了，把他们打下去。好，看我的！杨快快，你终于拿到球了。上半场我差点忘记了你还在场上呢。你说什么？动动脑子吧，这是他的圈套，别上当。哎呦，杨快快，他上半场故意把你放到外场，现在还说你没脑子。杨丽丽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杨困困淘汰，小虎队得一分。你们在搞什么？杨教练言行不文明，驱逐离场。教练说的没错，这场比赛果然很简单。飞火流星！结束，软绵绵队杨丽丽、杨困困、杨快快淘汰，小虎队胜。到谁了？到谁了？耶，我们赢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菲菲打得好！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这次小虎队又以神奇的战术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教练，能不能透露一点点你们获胜的方法？
这次比赛获胜全靠我们教练的三大策略，打出风度，控制情绪，很简单。是这样吗，教练？没错，作为球坛顶级教练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。嘿，教练万岁！教练万岁！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